今天吃面条啊？哎，开饭开饭。哎，你那什么？我。妈，怎么了？哎，这是啥呀？嗯，哎，这是我买的，你怎么喝呢？那我尝尝，我尝尝还不行吗？你都喷里面了，我怎么喝啊？喝，便宜你嘛。妈，你也尝尝，好，我也喝。嗯，真香呀！哎，这还挺好喝，真不错。是吧？好喝吧？这个呀。是我在下方小黄车拍的，哎，给大家推荐一款啊，家人们，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可好喝了，就是绵密又顺滑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啊，它的配料表还非常的干净，有燕窝、银耳、豆浆粉，就是这三个组成的，里面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、色素那些防腐剂，什么都没有啊。然后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喝这个东西，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饭的家人们。可以直接冲一袋，然后再配一个包子或者馒头，哎，那味道绝了！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啊，厂家搞活动啊，19.9到手四袋，还送个杯子呢，还送一个吨吨杯，多划算呀！我拿一袋，拿什么拿的都是我的，做梦！拿我豆浆粉，给你喝都已经是天赐的恩赐了。那我自己买的，自己买。好喝好吗？来，干杯，干杯。吃饱了？哎，饱了。吃饱了？那我可要吃我的鸡了。你吃呗。妈，吃鸡吃。噔噔噔噔，鸡骨头。吃吧。不是妈，这骨头我怎么吃啊？你天天想吃肉，天天想吃肉，饭馆去。啊？鸡骨头，面也没了。